大家好，我在网上订做了一套那个茶几，还有那个电视柜，现在送到了，送过来了，去拿一下。有可能是那个餐桌，有可能是那个床，因为我买了好几样，他说是大件的，我不能确定嘛，就在门口等一下。净顺丰啊，哇，这么大，等我啊，哑了吗？这个是床，买个床，就是不是啊？嗯，在小房间里面，放外面先吧。你在里面去装床吗？先放这里。床垫吗？要先放床架在里面去。拆了，看到没有？拆桌子吗？先拆桌子。你先不要把锤子压到那个纸板上面去，一定要抵着那个木板哦。哦，都烂完了。烂了没关系，只要东西没烂就好了。这箱是凳子。你哇，打这么好的。把那钉子锤歪。打这么好。
六张凳子。六张凳子。啊，是这样子的。嗯。哎，怎么还有这个？坐垫放上去的。不是不放上去吗？那怎么？有转盘，买凳子放锅，不是买凳子，是买桌。买桌子，他肯定配凳子。这里上这么多螺丝啊，这个是桌子吗？纯木的，嗯，真的纯木的。纯木质家具，我就是买纯木的。装起来的，不是装，对，有点难装了，这个凳子。那我们六张凳子要装到什么时候？这按照我这个速度要一个多小时，真的太难装了。我们就没有那个电钻的，那个电拧螺丝的。又好了一点，要不你上来试一下。你坐呗。嗯。你试一下呗。那你来试一下。请坐，老婆大人。还要照相，坐这里照相呀，蛮好坐。好坐啊，不冰吗？有点冰屁股。我刚问你不冰吗？要搞个坐垫，坐垫上面哦。真的要坐垫，要冰屁股吗？嗯。再装，继续装。我来。好，我就把这个拆开而已。那你拆开那个，我来装。两个老人家在开床垫，凳子装好了，现在要装我们的桌子。秋子跟周医生也来帮忙装桌子了。这个桌子是大工程呢，装了好久。两个一起吧，是两个的拉吗？他应该有个地方按一下才拉出来吧。我看一下，没有按的地方，这里吗？是。这里哦，对，这里有个。哦。那卡住，如果有个开关样的，那边开了没有？哎，可以拉了。哦，你手上拉。哎，哇，这个都坐不下了，放这个自己都放着，能坐得下吗？可以呀，可以。他只有人多的时候要放这个圆。一般的家里人直接就凹凹放那回。这个好，你给我放小的放。为什么？放不下。他没有把它。这个搞笑。没有把它搞笑，他怎么搞？搞不起哦，你。哦，可以一拉就可以放回去。一拉出来点，哈哈，整个桌子都拉了。哎，这个还是可以有钢化玻璃的。哦，那你要把这个罗马干。嗯。桌子装好了，床也装好了，2075的桌子，然后400块钱的床。走了走了，嗯，去吃饭了。哇，现在几点钟了？装了好几个小时才把饭都没吃，饿死我了。3点多钟，知道吗？午饭没吃。那你要不要